idol 聊聊看，等你来 PK。 飞熊的粉丝们大家好，我是 AJ 赖玉哲。他的 ID 好长，就是有一个 ID 是 AIM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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III，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发出来，也不知道他这个要怎么念。然后他的提问是，你是汉堡吗？这个这么神奇的问题我要怎么回答？我不是汉堡。哦，他应该是爱你你你你你你爱爱爱吧，应该是这样吧，爱你你你你你爱爱爱爱爱。你问我是不是汉堡吗？我不是，我今天穿着黄色的衣服，我是一片芝士片。赖玉哲的贴心小棉袄叫我夸夸他们，然后就是你们都很棒。神经病啊，爱讲。我最喜欢的那个舞蹈表演，我觉得我都挺喜欢的。然后因为跟奶茶有一个合作的嘛，我觉得那个我觉得挺特别的，跟他就是有特别拍一个小小的合作舞台。我觉得你在骂我。我也讲完，我也觉得骂你。啊？他有人讲 TM 排多久是骂脏话的意思吗？哦 ，Trouble Maker。哦。我刚刚想说，就是我生日对我这么凶是怎么样？他想说 TM 是谁的主意？ TM 是那个奶茶的主意。晚上吃啥？晚上松子鲈鱼可乐鸡翅，就是我上一次有做成功，只是颜色不知道为什么跟我那个影片学的不太一样。好哦，那今天我们这个爱豆聊聊看就到这边咯，谢谢你们给我的生日祝福跟礼物，谢谢。开心，非常开心。就是我不太办生日会的，我也不太跟我的连好朋友们一起办那种生日会，几乎我都没有。然后所以突然有办一个这么多人生日会，而且可以在上面表演给大家看，我觉得很特别。其实前一个晚上我很紧张。那在生日会上再一次看到自己影传的视频，有什么感触吗？就是因为我们都没有看过那影片，我们都没有，因为没什么时间彩排，都没看过那个影片。然后第一个感触就是，原来做这么多事情，然后接着马上的感觉就是，这影片怎么那么长啊？就跟奶茶对看了一下，就是还有，然后看完会发现，哇，原来我咳咳真的是做好多的事情，对。那这次生日会上哪一首就是自己表演曲让你最印象深刻？我觉得 Paris in the Rain 就是我很想要跳给那天来生日会的人，因为很多人其实想要在见面会那时候看到嘛，但是后来因为有些遗憾没看到，所以我就希望可以在生日会上表演给他们看。那另外一个就是好想认识你，就是那首虽然还没有去，就是都是我自己做先自己混的，但是我想说想要在这生日会先表演给大家看，唱给大家听，这样子我觉得我也很喜欢。那这个生日会来了很多好朋友，有什么想感谢的话要对他们说吗？就很 谢谢他们，因为其实那时候邀约他们来，然后他们完全就是很爽快就答应，而且就排了时间来，然后跟我们一起飞过来。那其实其他人也有邀约跟其他毕业成员，但是因为他们有一些工作跟试镜的关系，所以就来不了。对，但很谢谢他们。我那时候整个生日会一结束，我就在我们那个群组里面说，就是今天真的很谢谢你们，然后这个生日会有你们，就是我才觉得很完整这样子。那你们排练多久？排练啊。其实我主要排练就是我跟奶茶排练，那因为我跟君泽的歌我们两个就已经唱过了嘛，然后主要是我跟奶茶的排练，我们花了一个晚上排了一下这样子。那这次生日会有不少粉丝风雨无阻到现场支持，因为最近不是对台风。对，那你觉得与粉丝之间是一种什么形式的相处？我觉得是那种好像有点熟悉但其实又没有很熟悉的朋友。对，因为你看过很多次嘛，说你很了解他，我觉得我好像也了解他们，但感觉其实可能他们很多面我也是不了解，所以就会有一种好像我认识你，我跟你挺熟，看很多次面，我感觉知道你大概是怎么样的人，但又感觉没有很认识你，大概是这种感觉。对，那之后的话还有什么作品要带给大家？一样就是音乐舞蹈。对啊，音乐跟舞蹈现在还没有确定。对，因为其实现在舞蹈的话就会很快嘛，就会比较快，因为我们自己都会编舞，然后就会比较可以快呈现给大家。但如果在音乐上的话，公司的宣传跟企划就要想的比较多，就会比较久一点。对，最想感谢粉丝的话是什么？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陪伴，从以团之名到现在，就是已经陪了好多的时间了。就是没有你们的支持的话，就是我
会对我来讲那是少很多很多东西的，就是好有你们我才可以一直往前。那希望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就这样一直一起长大，一起成长吧。你觉得你自己在粉丝心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？他们可能觉得我就是有点拖延吧，然后在舞台上可能比较爆发一点，这样比较凶一点，然后还有不太会讲一些很撩的话跟很走心的话，就不太会，我真的不太会讲这些话，但我的心是有道的，大概是这样子。他们给我的反馈是不在意这个人拖延症。哎，那我中了。太温柔，然后说太老好人。好人就好人，老就不用加了吧。对，学了多久会的？我根本没有学啊，我就是我看到那个影片，然后因为那个人讲的好像很简单。今天呢，我就会准备挑战一个，听说大兴哥跟我说很难的料理，叫松子鲈鱼。对。然后给十年后的自己说一句话。希望这个时候的你已经完成你的梦想，然后又很健康，不要放弃你喜欢的东西。原品。好，就是要写下你今年定下的一个小目标的一个小愿望。好了，我写好了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石头好看。六好了。你看第二个是什么？叫 AJ 玩真心话大冒险吧。好啊，可以，这跟你玩吗？可以啊，我们可以一起玩。是吗？那好啊，真心话大冒险好了。你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？真心话吧。给你一个魔鬼问题。好。生日会当天谁的表演最好？不许说自己。那我选奶茶。因为奶茶那天不只有表演，还有主持，他整场的表现是最好的。第一个 PLDD， 我想打车，打滴滴。WB， 我 B。第三个，意难平。什么？意难平。很难评论的意思吗？好。第四个，油屁。油屁。这是英文吗？还是？油屁吗？油屁就是很比较带有油性的屁。第五个 DBQ， 那一种烤肉，乱讲，我还乱讲，我想不到，我脑袋没有东西。第六个被迫营业。哦，这我知道，被迫营业就是别人强迫你去营业自己。就像我现在这样，就是一个被迫营业。第七个闭麦，闭麦就是闭嘴。第八个开口跪，就是你一讲话我就跪下来。第九个不是吗？你们笑成这样。S 离离，哎，这个我好像知道，这个我没用过的。S 什么 ？S 离离。Z 啊。这是真情，这不是真情实感。我爱王迪，乱讲。空瓶啊？空瓶？空瓶吗？我知道，就是去弄那个评论，然后让他就是满满的。好，我看一下时间，1分47秒。还可以吗？你过时了。那选一个惩罚是现场根据情歌跳一段舞。第二个，现场连线一位圈内好友，让对方说出 AJ 生日快乐。哇，我好想看这个。第三个，随机电话连线一位粉丝送他祝福。你们要哪一个？第二个是不是？对。可以啊，我打给，那万一我打给他没有过生日快乐，很尴尬。你要套话，你说就不能说 AJ 生日快乐这几个字，你要套他话让他说。那我好，好，我打给李星辰好不好？他刚好现在 在微信我。哎呦，李星辰不接，他刚刚还在微信我。那我有个在专访，我没有回他，他会不会生气的不接我电话？奶茶这个时间应该还在睡觉，那我打给奶茶吧，试试看。
过来了，他没有，他怎么没有接啊？好吧，我打个龙号吧。自杀式行为，因为我感觉他会觉得我的生日是在生日会那一天，他可能会忘记这件事情。哎，龙哥，哎，龙哥，哎，生日快乐！哇，哎，你怎么，你直接第一句话就讲这个啊？啊，哇，你炸了！因为我现在在接受一个专访，然后我有。他们要我打电话给随机一个朋友，然后让他们讲出生日快乐。然后我想说打给你，你应该搞不好你都忘记了。结果你第一个就知道，那个人是忘了龙哥，我爱你。但是龙哥，你讲对了后面几个字，但你还差了一些东西，你有办法讲出来吗？可是我不能提，我不能够告诉你要讲什么。那你就说生日快乐。哇！你又对了，好啦，哇天哪，真的可以吗？好，龙哥，谢谢你，我们到时候回去见啊。好，好，好，拜拜。好顺利啊！你来吃饭了？太聪明了。我以为他会忘记，就他第一个叫，哎，生日来了。好兄弟，龙哥，我爱你。第一个，塑料瓶。可回收。电池。可回收。有害，菜叶，湿垃圾，贝壳，哎呦，这种干垃圾，化妆刷，化妆刷有害，化妆刷应该是干垃圾，干垃圾它没有害啊，贵，好，那好的，我知道了，饼干，干垃圾，哎不哎，湿垃圾，油漆。哦，这个有害。报纸，纸，回收。旧鞋子。鞋子，应该有毒吧？有害。旧鞋子，可回收。牛奶盒子，干垃圾。不是吗？可回收。啊。鱼的骨头湿。好，对的，可以吧？我可以在上海好好的活着吗？可以在上海好好的活着。转微信70块到我的手机里，鱼鱼知道吗？你的头我也不会帮你忘记按一下太阳穴，好吧？好，搞定。Freestyle 切法，每一下都充满着不同的想法和角度。好，那瓶我不要。好，差不多经过这个两个小时的。熬煮不是真实两个小时，没有啦，因为我们是因为录制的关系，我们不可能真的让大家等两个小时太辛苦了。这个酱汁基本上已经全部完成了，我们现在呢要把这个苹果给沥掉，所以我们要经过这个滤网，这样倒过来。哇，我看着就好香，好好吃。好，我们再稍微把这个汁液给弄下去啊。好，这个苹果呢，吃掉，不需要了。苹果吃掉，吃掉。sauce 就完成。最标准的，好不好？今天刚炸完的鲈鱼放进来，那要稍微摆盘一下。大兴哥有教过我说，这个摆盘重要，摆得好就赢一半。大兴哥教我做菜，不只教我怎么做菜，还教我怎么耍帅。他说要从这个鱼头部分那样子烫过去。OK， 完成了，好的。
会土味情话了吗？我会啊，我讲过很多个了。你现场再讲一个吧。可我好像都讲过，我把我会的都用完了，我怕他们都听过了。给他们讲一个吧。我想一下有没有他们没讲，因为我之前有讲过很多个，然后都用完了。我还有什么可以讲呢？不行，我都用完了，我这个人身上的招数全部用完，我在好几次专访都用完，我还没更新我的那个补充我的那个土味情蛙库，都没了。你是每次都是去网上搜？对，网上搜我，而且 我有一次因为我讲了出来的都每次都被大家说很烂，然后我还特别打2019就是什么 top 5最好的之类的这种，我还特别这样搜寻。漂亮弟弟啊，对啦，我想起来了，对我。就是你说那个叫什么，有件事情，那个没有达到你的预想，你就心里十分就是不好受，对，不好受，难去评。哦，意难平是这样哦。然后第四个牛评就是 up 顶顶顶的意思。这个字也听不懂。up 就是顶上，比如说你下面有粉丝评论，然后那个叫什么？哦，把你顶上去。对对对。哦。然后第五个 dbq， 对不起啊，之前来过考过，你忘了吗？我不打对不起就这样子，我都看不懂。